今仔是拜六透早六点半，因为外人同学啊接我去海边啊耍，迄个海边啊，伊是爱跳岛，爱坐两点钟的车。伊迄个岛宿舍倒伫了巴克罗的北边，叫做拉卡翁。所以咧，我等下就是要坐车来去跳岛。想讲我六点半伫只等无人，我想讲爱紧起床啊，我就等伊我的房间做运动。而刚才我去做运动，因为做到七点的时阵，伊雄雄就看到外人同学啊，伊就讲哦，我改时间啊，所以今仔日嘛是同款要去海边的。我本来当作是迄个 cancel 无甲我通知，所以因包车会当看到在伫边啊。所以一般来讲啊，同学也要出去耍啊。啊，包车的话就是只有一群人，啊，一群人就是安尼一大群，吼、哦，所以即马就等坐车来去耍啊，等全部人集合就好。How much do you want to rent this car? 40. 40. 啊，同学啊，不问着我意思，伊当作一台车咱坐几个人，甲我讲十四个人。无，我讲我是要问讲一台车租爱偌侪钱，结果是2800块来回，我的披手，所以差不多2000块台票，然后2000块台票来回话就是。一个人一届1000块，所以一个人差不多100块安尼，真俗的。所以我感觉安尼会好，因为我头道查安怎去的方式，我查地图查了，我就无想要去啦，因为太远啊，够夭寿的。我感觉我足伤心的，因昨去食韩国餐厅，讲找无我，计无招，就想讲。经过强买两点钟的坐车，坐到规个靠背拢重去啊！因为坐伫顶头啊，你也知影，迄一个细细台车，你是袂当停当的。阮同学伫咧洗汗咯，啊，你坐到真正是迄落规个起来啊，脚趾拢强买迄落流汗，流到重哩咯。啊，买两点钟终于到位啊！今嘛要来行去头前，我看是要坐船，还是要搭伫遮尔？看起来是搁要去坐船，因为迄个越南人的迄个同学的伊的迄个经历啊，已经比较坚持，所以应该等下搁要坐船吧。哇，要去迄个岛无简单嘞，爱真正有点啊钱啊好样嘞，咱差不多坐迄个吉普尼啊，包车来回啊，一个人是迄个200块。啊，今嘛嘞要跳岛去迄、那个。跳一个岛遐有无？迄个岛的话咧，你爱一个人的船票是400块来回。那顶头的话，想到有这张卡的原因是因为顶头咧袂使食物件，袂当炸家己的迄个食的过去，啊嘛袂使伫顶头有现金的交易，所以咧你爱先把钱藏伫这个卡内底。所以你若要买啥物物件，要食啥物物件，你就是要用这张卡来做交易。来路啊，拢会当看到有人爱卖这种物件。这个物件的话咧，是迄个米做的，然后这是迄个乌白，乌白的话就是伊的迄个那个什么花，芋仔，伊的芋仔做的。好，我真正伤好奇啊，我就无看伊这是偌多钱。结果一包六粒，啊卖50块披索。你啊想要食的话，会当出来看卖。个我是。看到虫啊，遮大只，阮在要等伊招迄个同学啊，等来抓迄个虫啊。结果就看伊，阮的迄个船班原本是11点，结果看到一堆同学拢对我行过来，伊就讲：“哦，那是我，原来阮的船已经来啊，提早。”哦，真正是，就是囡仔呢，会当凊彩学袂走，伊又随想真快时间，下面又搁互放阮鸟。
我的鉴定师同学啊，带一个迄个蓝牙音箱来，然后即马迄个越南同学啊，即马开始在放舞曲，啊，我们现在看到我即马在伫咧海边的，这叫啥？茅草屋，然后伫咧休困的所在，然后看海，真正是有一点啊飞雷，因为安怎讲呢，就是。做哪事情是过事，我做代志都卖做，就是好代志。我即摆就是做这种代志，就是发呆。OK， 一个酷的发呆时刻。我都用十秒自拍，然后叫同学已经先调好，之后你会看到一个名叫做拉卡王，已经这是一个用手机已经摆好的，迄个字，因调好了啊，我就停落停落，啊十秒我开始来走，哦，不得讲啊，这真正是太有刺激啊，要对镜头摄落来。因为一开始啊，台湾的同学跟我讲啊，速度十分钟就行了啊。然后想讲，我就人跟我招，我就行，啊，我就算去算讲先来行第一届旱路一下。结果啊，伊虽讲哦速度，按讲也当因为伊的海水啊，真正足清气，所以伊也当直接做足侪活动呢。所以你也要来的话，我建议就是真正早容易来啦。啊，再来的话。就是看你会当招偌济人，愈济愈好。伊平均一个活动啊，拢是五到八人，差不多。啊，有迄个啥，海上的金鲸船，啊，搁有滑翔翼，会当耍的活动足多，所以会当排一天的时间伫遮。你咱看到这个岛的政策啊，我感觉袂歹呢。你若要啉一杯迄个免费的咖啡啊，你就来遮摕一个茶啊，啊去捡垃圾，摕来遮的时阵，伊就会给你一个免费的咖啡。这个政策真正袂歹。船回来呀，然后我同学啊做笑，伊看我看到安尼，伊甲我讲，我前伊做白，伊拍袂乌，所以甲看卖。结果你看伊的手，我笑死，已经两双啊，所以拍袂乌啊。而且伊甲我讲，伊蒙起来有小可会疼，我讲会拍伤，伊就不爱相信吼。哦，酷酷，拢唔知影菲律宾的迄个日头是偌恐怖。我同学啊，有一个是迄个越南妈妈饲的，带一个囡仔，所以即下即下，大家囡仔见巴肚枵，伊就买一袋啊蛋，然后开始在分，然后叫大家吃。啊，我嘛有同学是迄种大黑大职业的，就是迄个青少年，我即妈妈是来甲我讲，伊很贵很贵，所以即马在买泡面的吃。啊，那像我这個老人安尼，唔通食伤多，因为大家吃鸭蛋。我买一个茶啊，伊讲是 sticking rice，sticking rice 就是迄个糯米饭，然后咧煮一份啊，然后伊讲内底是加 buku 的话是迄个 coconut 的迄个另外一个意思，所以呢来看这内底是啥。你若讲啊，这是煮米啊，我感觉其中拜拜时阵有食过，搁先个先啥，先迄个人咧拔杯菇。
我咱东汉底下都笑诶。他说就一直甲迄个司机讲要去另外一个所在，另外一个所在，结果是即、這个。无要互阮回去咧，即马是要伊送去，所以要带阮阁去参观一下一个所在，哦。所以咱会来看一个去倒位耍。有一种怪癖的，讲 Can I follow your shoulder？ 然后想讲哈，借我今日跑要创啥？结果是安尼。厝啊，伊个名叫做 Lumis。Lumis 的话，英语的话叫做废墟。啊，是安怎要来这间参观呢？这间的话呢，主要是有一个这西班牙人啊，伊最爱因某的。伊甲因某呢，总共有生十个囡啊。伫迄个1911年的时阵啊，因某要生第11个囡仔的时阵，迄阵已经要生出来啊。结果伊总出车祸，因某就生囝了啊，总带起来，挑起啊。跳起来了，伊就做伤心嘞，做伤心了嘞，伊就就起一间厝要纪念因某。啊，伫1920年啊，把这间厝啊全部起好了啊，厝就啊像迄个菲律宾版的迄个泰姬玛哈里。结果啊，伫1942年的时阵啊，历史第一个世界大战的时阵，伊就烧起啊，所以即马就是剩安尼废墟一个形，剩安尼安，所以就当。看到现在的形就是变成历史古迹啊，所以咱现在就是来找这个位置。 Why? Why my wife is sudden death? So, the outside is a color is a, like a yellow and the white is just like a big tent.我就讲啊，安尼生几工啊，真正腰酸痛的。透早去海边啊，晒日晒半波，晒到感觉想要往生去啊。结果下晡过遮嘛，去一个迄个菲律宾版的泰姬玛哈里，安尼一路安尼生倒来。哦，我就讲真正是不离啊痛。啊，我来食饭啊。哦，等来房间发现衫裤洗好送倒来啊。啊，全部的床单又搁换过啊，已经搁互摒扫过啊，种感觉搁袂歹呢。